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救火大伟。大柳树回事，看看，嘿，狐狸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啊。这盘多少钱，老板？那盘啊？对，200。谢谢。给扫去了。今天4个小时。还行，还行。有地方。在家里也够，行2块。这青花五块钱，不值钱，现卖的。哎，50。金子也就30块钱，别吓着我了。对，八十。我家有一个是，还有厂子。有汽车车，请站停车。该你买什么，你可以大量的拿。我开车来了。那个80。你这有个绳子拴着吗？没有。在这晾车上吧，你。你不远，这多少钱？那个，那60。二郎神那个，我坐那儿垫一脚行吗？那是我摊儿。这个好，这个是山海关。坐。这小牌多少钱？50算了。这多少钱呀？你这好。不一样，我这花儿也叫花儿。30，好玩。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咱们赶紧瞧瞧有没有那什么传道喊的。嗯，二师兄。你看，人不多，价儿也下不来。可以搞。解决不得问题，诚信为本，倡导为民。我买，我现在有大元帅，大元帅。市场经营者要以诚信为本，不损人利己，不见利忘我，不坑蒙拐骗，以实际行动为市场营造良好的公司氛围。经营守法，彰显人民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市场规章制度，依法经营，照章纳税，明码实价，公平竞争，货真价实。自觉抵制各种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